观菩萨的化身，佛菩萨会示现成各种人类宗教的需要，因为佛菩萨慈悲。所以我说天主教等于佛教，相不相信？佛教等于回教，相不相信？这个叫空性，记住啊！我发觉很多人在研究理论呢，对立，看不起别人。哎，这个不是我，这个才最好。这个叫我慢的毒。学佛是让我们谦虚，接受一切，无分别一切，而不是那么对立。所以每次我走到哪里，他们都问海涛法师：“请问你哪一宗的啊？”我都先问他：“你哪一宗？”我哪一宗？那我跟你同宗。你哪一教？我跟你同教。为什么？因为我学的是空性，你是天主教，那我们一起来念玫瑰经，希望你们都见到圣母玛利亚啊！所以我不会排斥。所以我们昨天去玛利亚教堂这边呢，我们念得很认真啊，对吧？啊，祈请圣母玛利亚现前接引亡魂升天，乃是带着他们去极乐世界，当然要认真啊！啊，而且我们点灯，师父，那是玛利亚，你点灯。玛利亚也有佛性，台湾的妈祖是观音变的，西方的玛利亚也是观音菩萨，因为代表慈悲就对了啦。那你要度外国人不变成玛利亚，你度什么啊？所以你当然要变成跟他一样，这个叫空性，不执着。念一下：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无分别相，离一切相，即见自己，即见诸佛。看见吗？你看到你那一面。所以各位来到澳洲要好好做澳洲人，好不好啊？要好好的关心澳洲啊，因为澳洲也是世界的一部分。你关心澳洲就是在关心中国，你关心中国也是在关心美国。不能有对立，有对立不是真正的佛教徒啊，所以因无所住，不能有对立，你就是我。所以唯有佛法是救世界之光，众生和平，世界和平，夫妻和平。你自己不和平，夫妻也不和平，家庭革命，社会不安定，政治不安定，国家灾难就来了。澳洲还是算比较安定的一个地方，比较少这些大风灾、大水灾。为什么？因为人少。我们中国人太多，烦恼也多，贪嗔痴也多，杀的也多。所以各位，那你要把澳洲的心回向给中国，好不好啊？更要回向给美国啊，更要回向给地狱。所以为了帮助对方，你必须安定。儿子生病了，你平静，然后跟他念念观音菩萨，或是安慰他，这样就好了。啊，老公赌麻将赌输了，安定。老公，你辛苦了，没钱，感情好就好。但是你要生气，你一生气，他赌输了，回来还揍你，都是你害我的。万法唯心造，因为你一焦躁，你一对立，他保证惨的。以后你知道你老公在喝酒打麻将，你在家里那么很难打那多难爷爷，每一个钟头打电话，老婆回家你要吃什么？哎呦，真管用！我跟各位讲的是真理，这是我的存在的意义。我什么事情我都不紧张，在天大的事情没有问题，念佛吧，念观音菩萨，因为佛法无边，自己不能乱。我再讲一次。阳光这么强，透过一个平静的镜子，可以把这个光，你要照到地狱就照到地狱，照到美国就照到美国，了解吗？但是你的心一乱了，这个光照不出去。所以因无所住，禅代表平静的心，而且平静不是乱，平静又显现一切，了解吗？请问我们的摄影机跟镜子能不能显现一切？但是如果有人想要在镜子里面拿东西，镜子会破掉。你晚上做的梦是真的还假的？晚上做的梦是真的还假的？
讲大声一点，要承认。然后再问你，你白天所看到的、所摸到的是真的还假的 ？OK， 开悟，假的，假的你就不要太在乎，气得半死。啊，欲望要的要死，我要，何必呢？所以各位，这个叫智慧。那你要皈依智慧，你皈依智慧，现在你起烦恼了，生气了，然后有压力了，你要知道我又离开真理了，了解吗？拉回来，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乃至来跟我们赞义法师啊、什么严义法师打打少林拳，运动嘛，由外而内啊，由内而外拜佛也可以，随便你。我认为唱圣歌，像我去意大利梵蒂冈，他们唱圣歌，我一听太好了，我们维罗都没这么好听啊，因为他们那个离天最近，那个教堂就不用麦克风，哇，好好听啊！所以我要融入在这里面，我不会说，哎呀，他念的是这些天主教的，这个跟我佛教没关系，那就是对立，了解吗？所以我想各位，就像你礼拜天，你走在路上你会很快乐，因为那天不用上班，所以你会觉得花花草草蛮漂亮的。但是你平常上班赶着上班，路边的花花草草你从来不想，你从来没有欣赏它的美。所以佛教有一句话，念一下，活在当下啊、你要活在当下。生病 OK， 生病正好修行啊。为什么会生病？哦，这是我的业障，或许我吃肉吃太多啊，杀生太多啊，啊，脾气不好的会中风啊，了解吗？压抑，然后这边念批评了会乳癌啊，会肺癌啊，啊，贪欲很强的会是糖尿病啊，三高啊，啊，肾脏病叫贪，傲慢的人膝盖不好啊，啊，很喜欢做事，压力很大，边做还边批评了，腰会断了，我告诉你。你的心态一直在影响你的身心，记住哦，皮肤为什么早晚会痒？好色啊，洗完澡开始痒，好色啊，啊，什么问题都跟你自己的心态有关系。头为什么痛？想太多，心机太深，啊，所以我想各位，这些天台智者大师讲，佛陀也讲，你的烦恼引导所做的一切会造成你的现象。心清净则肉体清净，心清净则世界清净，心清净则众生清净。你要改变你儿子最好的方法，念一下，改变自己。记住啊、哦，你这样他永远这样，你这样他就这样。你一直说你老公很会骂，我说你也很会骂。他本来不骂的，是因为你才骂。他对别人都不骂，对，他就骂我，对别人很好，因为他看到你就知道一副欠骂的样子。你为什么要弄得一股那种令人讨厌欠骂的样子？是你激起他骂你的。一切为心造，所以心可以改变一切。你现在有慈悲心了，你就在改变世界。所以我想每个人必须为自己的命运负责，每个人也要为世界的命运负责。如果我们大家都来禅，如果我们大家都来念佛，如果我们大家都来 Om Mani Padme Hum， 如果我们大家都来静静的，那世界就改变了。因为讲心一变，贪嗔痴慢疑，贪招水病，贪心的人水的病，嗔心的人火病，愚痴的人骨头病。无论如何，那心平静了，透过念佛，透过诵经，透过打坐，透过拜忏都可以。你心清净了，身体自然会恢复，不然你吃了多少药都没有用。但是佛陀也跟我们讲了，一个人会生病有三种原因，各位一定很关心，念一下来：业障，第二个鬼神，第三个四大不调。所以当你生病，第一个要做的跪下来，如果你能跪，诸佛菩萨加持我忏悔，因为我虐待我的身体啊，你这个身体造了一些恶业，比如说你讲话骂人，你就会咳嗽，声音不好听，
啊，所以那你就要开始忏悔业障。所以我们有三昧水忏、大悲水忏、梁皇宝忏、忏悔记都可以先忏悔。忏悔完以后，念一下超度鬼神，就是冤亲债主。感情不好的，一定有感情债主。你上辈子破坏别人的感情，那一个众生现在来破坏你的感情，了解吗？什么叫感情债主？你的女儿，你一定要帮她超度感情债主，不然她去谈恋爱会弄错对象。什么叫感情债主？这个男人对她好，这个男人会欺负她，感情债主他就会推你去找他，了解吗？如果你有杀业债主，你这个人小小的病，这个杀业债主会推向你去，让那个医生来帮你开刀，弄得你半死，因为他要让你死。所以杀业债主会让你被开刀得重病，感情债主会让你感情很痛苦，金钱债主会让你亏钱，被偷被抢被骗，口业债主会让你人际关系很不好。那佛教讲有这个冤亲债主，所以各位要写牌位超度他，诵经超度他。所以在碑册，业障要忏悔，鬼神要超度，身心要调整，多运动、打坐、吃素、晒太阳，对不对？早一点睡，早一点起来，你可以调。但是如果你前面这两个不做，你宣布开刀，马上完蛋。为什么？冤亲债主他会转移的哦，鬼神会生气的哦，你马上事情更严重。你业障消除了，鬼神超度了，吃个维他命，睡个觉，感冒就好了。你业障没消除，鬼神没超度，感冒一个月好不了，好了又来了。什么叫债？他找你的嘛。所以那什么叫业障？人因为有烦恼，贪嗔痴傲慢心态，这个烦恼用你的身口意去造作，叫造业，就会产生每个人的业报不一样。有佛法就有办法，像有太阳有空气一样，生命电视台的存在对于这个世间对痛苦的众生是那么重要，所以希望大家多收看生命电视台，多护持生命电视台，将佛陀的教法深深地去思维运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宜兰县全民供佛斋僧功德会，为配合政府防疫新生活运动，经理监事全体通过同意，在109年8月1日至9月16日期间，以宜兰全民共僧行动团为命名，主动巡回遍及宜兰县12个乡镇市的寺院、道场以及茅棚精舍。宜兰全民供佛斋僧行动团于首场7月18日，在宜兰县孔雀明王寺开成别院，供佛斋僧殊胜圆满后，8月1日来到位于宜兰县员山乡的北后寺，继续第二场立人天众福田之供佛斋僧盛事。在庄严隆重的仪式下，大众迎请竹山长老以及北后寺住持严义法师来到北后寺供奉泥塑大佛宝殿，虔诚礼拜祝福后，正式进行供僧仪式。宜兰县全民供佛斋僧功德会会长朱如文表示，目前正值结下安居之时，众多出家僧众皆处于慈悲修行时刻，主要是为了国家安康以及世界和平等，因此宜兰全民共僧行动团更应该成为榜样，主动积极来获得共鸣响应。现在刚好落实验道场
的老师。